下了雨之后就长得快啊，你看一来就开群了。这个茂草蛋，这个大蛋也开了一个呢。哇，昨天还说它不开，今天开掉了。干了几天，散群开不出来掉了。按住啊，篮子！这俩多好看，半开群啊！哎呀，豹子粉都粘上来了。要是下雨的话，这时候豹子粉一定会赶上。哦，它这个帽子还粘得很紧。要踩早一点下雨。这个还好。这里还有个大的。这个大的帽子它自己都掉了，哇，这个好粗啊，这个杆子你看根部好大，下到群了，也是这种开白裙子的吧，水分多啊，你看这个裙子开出来都是这样撑开的。前两天开的还有很多宝藏。上面还有一丛。一丛更大丛呢。难得这一丛了，就是难得有这么大丛的。这丛蛋蛋不大个，它这个裙子开的全部是这样撑开的。给你们静静的看一下采摘啊，这一丛开的都倒下来了，你看。哦，没想到这最后一丛呢还是这么大朵的。哇，哎呀。不下来，这个好大哦，大裙子。这个是我这一篮子里面最大朵的一朵。今天的采摘结束。